啊，婀娜风，对面女妖立正，我佛大行，大行有巨剑吗？没有巨剑。小死马戏，平坦点杀，自信，这点不死，吃了回春，起了混元伞，有吃高功力劈，再吃个大金，点不死哦。小王这时候肯定是要再点死的一个单位，要去双眼的他地府这点点。三十二回合的时候，其实关键还是能够眼成。差不多了，我大概溜了一圈了。最后八强应该是紫禁城，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了。紫禁城、普罗山、启云楼、明秀园，生日快乐。这边就不是，哎，这边的两个四宝一啊，不好说。对面准备逆境，但是法师被弄死，逆不出来，炸裂，直接炸。他直接炸，我大概溜了一圈了，都快结束了，再有个半个小时吧，基本上就可能剩下西栅跟雪山了，别的都结束了哟。那双岩了，双岩了，逆境逆不出来，高功力劈，请雪种起飞。小王牛逼啊，被他妈的极限大克都能打得赢，我操！罗汉接上。换战换机厅，对面七千罗还可以，但是大行又死。三十二回合能三眼，这个 PK 我都不知道怎么输了。哎呦，这把金青有点东西，这当然是被空切了，被三眼那直接温了。真地府啊，不让眼了，正好两回，没用啊，三点零元成那可以，主要是化身还是起不来。砍掉地听，小王被翻盘了，法师能起了，直接拿无间续剑大行，巧，不行不行，扛不住。这个无间钻进去也是一样的，你剑大死亡，对不对？但是无间。小死女妖村，开扫，地听出手，守大行啊！哦，没守啊，单法，这把肯定很少全秒点，对不对？哎。
这几个意思啊。双杀下，贪啊这个逼啊，这个逼怎么这么贪的？这个逼也太贪了，真的！我操，还成功了，牛逼！小王有点东西。善敌力劈，直接出手，结束了啊！